哎，李华啊，来给我扶一下子。啊。用手扶啊。啊，懂了。有人。你这样扶不把你手砸进去了吗？不可能，我就是怕你砸到我手，我才放在底边藏着呢。你别放在底下，我不会砸到你手的。哦，知道了。你把那手拿开。哦。我说的是这只手。哦，懂了。你手不要扶在上面啊。哦，知道了。有人。你扶在木头中间呀。啊。我意思你算了算了，我不扶了，你都快把我弄成神经病了。